身。最近最多人问的其中一个问题，阿花为什么你赚咁重嘅？啊，我都唔知啊。不过饮酒一定是其中一个原因。我昨晚又饮咗两杯酒，对眼就肿成咁啦。第二个最多人问的就是到底我减肥的时候，减肥餐单是点样嘅咧？好，今日就简单同大家分享一下我的减肥一日三餐。但其实咧，我就冇减肥餐单嘅。不过咧，我就会拣嚟食，用麦包代替面包。火腿可以食，但每日最多唔可以超过两片。芝士咧，我就会拣翻啲低脂嘅，呢就系我试过最好味嘅低脂芝士啊，真系好正啊！牛油果好味又健康，但系每日最好唔会超过半个啦。不过我呢粒牛油果咧，佢粒白会唔会太大呢？我自己习惯咧都系会将佢咁样解开佢，不过咧我就唔会另外攞羹噶啦，因为我觉得要洗多只羹，咁我就会反转个刀柄，将佢撩出嚟。然之后再将剩低嗰啲刮咁刮出嚟啦，所以系完全唔美观噶。不过我都系自己食啫，冇所谓啦。如果屋企有番茄咧，我都会落埋嘅。平时我就会落两片，不过因为今日对住个芒切咧，切得太厚啦，所以一片够啦。咖啡或奶茶我都尽量忍住噶啦，不过咧有时都真系唔想净系饮水嘅，咁我就会饮热茶。这个组合就是我最近吃得最多的早餐了。其实我本身湿疹是不吃得芝士的，所以很多时候我都没有落，不过有时候想多一个口味都会忍不住想落一块。我想说这个绝对不是一个减肥餐单里面的一个早餐，这个是我减肥期间会吃的一个早餐，即我觉得又好味又襟饱，还有又比较低热量。我原本今天是全日都留在家，但突然间头先收到个 message， 我要出九龙塘攞衫啊！因为我老豆咧，佢就飞咗去美国，咁咧就好冻啦嗰边，佢带唔够衫，佢要带漏咗件西装褛，而我听晚咧就会搭飞机去载佢啦，所以咧我就要攞啲衫过去俾佢咯。佢竟然连西装褛都唔记得带啦，激死我！如果唔系其他衫买都方便啊嘛，系咪听唔到讲咩咩？食饱嘢先。如果嗰日我系有时间喺屋企嘅话咧，我都会尽量做一做家务，吸吸尘咁样咯。我想讲咧，自从有咗 Dyson 呢个吸尘机之后咧，实在改变咗我嘅生活习惯啊！因为以前咧系好懒攞个吸尘机出嚟噶嘛，我嗰只吸尘机咧系旧式。亂埋嗰啲咧，每次喺牆度見到佢時候咧，我就會得閒攞嚟吸下地，所以我屋企係乾淨咗勁多咯。由於我洗手間係好細好細啦，係連沖完涼擺衫嗰個籃都擺唔到嘅，所以咧我係擺咗喺出邊嘅。呢個我喺淘寶揾，我覺得我揾得非常之好咯。佢薄薄咁樣，啱啱好可以挨喺我嘅洗手間出邊。我而家洗衫咧，通常都會落呢啲一粒嘅洗衣球。跟住就会再落埋靓螺嘅衣物清香珠，知唔知咩嚟嘅咧？佢咧就系一支衣物香水啊！用完之后咧，那个香味可以 keep 住喺你个衫度12个礼拜噶。用法非常之简单，直接将佢倒落你要洗嘅衫度就得噶啦。至于个份量咧，就睇翻你嗰日洗衫多唔多啦。咁我今日咧就会落翻三分之一杯。带大家参观一下我呢间新嘅工作房啦，呢个就系我平时剪片嘅位置啦。跟住平时你哋见到好多唇膏嘅背景咧，就系呢度啦。前几日打风十号风球啊，咧真系劲恐怖啊！虽然我屋企就冇摇，不过咧成朝咧出边乒乒乓乓打晒风咁样，跟住我张床咧系喺嗰个窗下边噶嘛，跟住我劲惊。佢會碎玻璃，然之後就插死我咯。咁我陣間3:30咧先會出去嘅。咁而家係12:30嘅啫，所以仲有啲時間可以剪下片。基本上我平時大部分喺屋企嘅生活就係咁噶啦，或者拍片咯。哇！我頭勁直咯，今日好似特登夾過咁樣。哇！出咗汗啦，後邊熱到黐線。突然間我家姐話想早少少出去，所以我即刻搽少少防曬。不过其实我出一出去嘅啫，所以我唔会化得好劲。穿完佢翻到嚟，啱啱好去晾衫。因为我屋企咧系冇一啲室外嘅位置可以晾衫啦，所以咧我都系喺翻我呢一间房入边买咗个宜家家私嘅呢啲晾衫架咧，跟住喺间房度再开埋个抽湿机去抽翻干佢咯。好香啊，真系！除咗绿色之外咧，佢仲有一支红色都好香啊。两支嚟讲，其实个味我中意红色嗰支多啲咯，但系红色嗰支咧，因为我已经差唔多用晒啦，所以要打翻个匀。但其实绿色嗰支咧都好香噶。
滋阴咧。用完呢个衣物香水之后咧，你唔使惊话会影响到你啲衫嘅任何质素咧，系完全冇嘅。佢就系会喺你嘅衫上面多咗一个香味咯。我特别中意用佢嚟洗我啲运动衫，因为咧我平时去做运动，除咗会搽止汗剂之外咧，我系唔搽得香水嘅。如果我搽香水做运动咧，我系会有种作呕嘅感觉嘅，因为大家都知道啦，做完运动热啊嘛。熱咧係會令到你個香水發揮得更加勁，咁我有次咧係噴咗香精，即係一啲濃度更加高嘅香水，一路做嘅時候咧一路聞到嗰個香精香水攻上嚟，呢種衣物香水就唔會 over 咗啦，同埋你好多時候做運動咧成身擦汗味咧有少少香味都係好啲嘅咯。下午茶時間。这个就是我的下午茶劲多三个，其实我平时就不会落咁多的，因为我踢飞了嘛，那我的东西要吃晒它，所以我就将剩下的全部落晒。这个呢其实我之前已经拍过我是怎么做的，都是加一些乳酪啦、麦片，跟着就加一些蜜糖和生果这样咯。如果你是减肥的话，建议其实都是最好一日吃三餐啦，因为如果你吃得太少东西的话，其实是会减慢你的代谢的。我现在吃这个麦皮呢是这一包，超好吃咯，不过它就有少少贵，成90几蚊的呢包嘢，不过是超好吃咯，同埋佢系 gluten free 啦。嗯，食饱继续剪片，阵间我哋晚餐再见。今日是一个人的晚餐，因为我男朋友约咗 friend。所以今晚就食自己，咁頭先都見到啦，全部都係烚嘅啫。如果你覺得太寡頂唔順的話咧，你可以落少少，真係少少咁多鹽。我今日咧就食烏冬啦，但係其實我大部分時間都係食米粉嘅。咁食米粉咧，我係食超力米粉，佢入邊係有包調味料嘅，咁我會落少少咯。啊，仲有呢個餃子啊，咁餃子都係揀翻啲菜肉餃啦。每餐飯多菜係原則。如果想看多些有关减肥的片，可以在下面留言话播听。今次的分享是这么多，希望大家会喜欢，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我又要去剪片了。